请我们今天的小夏为大家制作春之歌的第一道菜品——玫瑰花鲜花饼。行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馅的这个流程。那么像我们一般春天的话，开了年以后都会和家人一起出去踏春，然后去采自己喜欢的各种花，有很多花是可以食用的，像这种玫瑰花，还有玉兰，对，菊花、芍药，对，都可以做。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做各种口味的。好，我们就把这玫瑰花一朵一朵的，一瓣一瓣的摘下来。好。这样摘完了之后呢，需要把它洗干净，一会儿洗一下。那我现在帮你先洗一洗。咱们铺几张这个纸，水分呢给它沥一沥。对，给它粘干。好，可以了。那么我们的这个玫瑰花和糖就都准备好了。那么按照3:1的比例混合进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小小的擀面杖。好，面杖。对，我们用这头，然后这样，我就是说，我来，扎成啥样的？还是男士比较棒啊，看不到这个花瓣为止就可以了。对，这其实还是很容易，白砂糖它和花是有一定的这个摩擦嘛。好，可以了，到这种状态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瓶了。多做一点，留着慢慢用也可以。对，这个类似于糖蜜饯类的呢。贮存的时间是比较长，对，是的，不容易坏。最后一道工序是加一点蜂蜜，其实这样也可以给它味道有一个香一点。回家吃饭，春之歌系列玫瑰酱，封台仪式现在开始。好，鼓掌。对 ，OK。好，因为现场今天我也带了一些自制的这个玫瑰酱过来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做。玫瑰花酱大概是240克，然后糯米粉呢差不多80克，然后这样我们给它对和匀。真香，这香啊，味道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们这样差不多有一个形状的话呢，就可以准备把它放到冰箱里，需要冷藏1个小时。哎呦，那么久啊！来，麻烦你。好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玫瑰馅料就可以了。做好馅料之后呢，就是我们就可以做水油皮。我们就是需要这个中筋粉。好，我们来一点。小麦多用途面粉。2克的盐。2克的盐。10克的糖。150克的面粉，油的话也是60克左右。这是什么油啊？这个是我们平时的猪油，我们不喜欢吃猪油的，也可以选择用黄油。那么我们可以来60克的，加这个温热水，然后这样给它搅拌，给它搅拌成雪花状的时候，可以拿出来给它和面。看这面团呢，越来越接近雏形。对，在它正式雏形之前。把纳西骨骼当中在春天时候寓意最好的一个给大家唱上，最有名的应该当属叫栽秧调。我求你了，就唱两句吧。那么我们的这个面团，你瞧瞧，也差不多了。面团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在一个容器里给它发酵。放到哪儿发酵？是常温下。常温下可以。就放这儿啊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油酥部分。油酥的话，我们还是选择低筋面粉，对，低筋面粉比较好一点。对，福临门多用途。可以，对，这个很好，非常好。我在家里也用这个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麦芯多用途小麦粉啊，咱福临门的这个，咱们来一点啊。一想到啊，云南，我想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歌是什么呢？叫做《情深宜长》。那个是属于这个西昌那边，它是属于四川的。像云南的话，有很多阿诗玛。马铃儿响来哦，雨点长，我陪阿诗玛回家乡。我们差不多，这个油酥也做好了。把这个油酥做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是可以把它分成份儿。咱们一个人就吃2个，2×3=6。对，六六大顺，做6个。我们一起来，我来。好，
我们做好了六个呀油酥，准备好的这个水油皮儿就可以上来了。来，那么我们因为选了六个这个馅儿的，所以我们也给它分成六份，要和它这个比例相关。好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 OK，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压一下，按成劲儿，对，压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包一个。给它做成个 Q 弹小可爱。好，我们的肉块已经齐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需要擀面杖了，擀成这种牛舌状。牛舌状，对，牛舌状。这样擀完了之后呢，这样翻过来，翻过来给它卷一次。为什么要卷一次呢？它的层次就出来了。哦，对，然后这样是擀成长条。嗯，这样翻过来，再给它也是卷一下，给它捏在一起，再来擀一次。我们这次擀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把它往远一点的地方擀了，就是四周可以薄一点，中间可以稍微厚一点。擀皮的时候就按包子皮、饺子皮那么擀，对，特别简单。对，好，咱们六个做好了之后，现在就可以我们包馅儿。好，徐大叔，咱们把这个馅料取出来。这已经是我们在这个冰柜的冷藏室里边放了一个多小时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给它做六份。好，来，不用太多，一起来，我们。起动手，给它搓成这种像这种小团子。好。好，六个。好，那个其实就像咱们南北方其实都有包子，是不是一样包成包子一样？对，包成包子的样子就行。大家记住啊，一定要把手里边做成一个窝，把这个馅儿呢放进窝，顺着手上的坡，捏成签到的褶，留出一个尖儿，手往里一推。就是一个鲜花饼的模型。大厨，麻烦您把我们的烤箱给预热一下。您这个我给您包了。烤这个鲜花饼时候的温度啊、火候啊、时长，这很重要。像这个鲜花饼的话呢，它的这个温度就是上下杆就差不多是175到180之间，烤个20分钟。对，我们先把它放到这个烤盘里边。对，我们摆六个，可以来一点这个鸡蛋。好，我们这个比较漂亮的鲜花饼就可以入烤箱了。在烤的时候，对，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温度。20分钟。对。那么趁着咱们这个烤箱正在烤鲜花饼的时候，我们来一个春天歌曲《大接龙》，怎么样？带春天的，带春天的。那我一，您二，您三。我们俩。行，没问题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请把我留在这春天里。1979年，那是一个春天，春季里风吹，满屋声。报花名啊，有春了。春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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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到田野间，春。投入地笑一次，别忘了自己投入地爱。这里边没春吧？显然，在这时候，咱们三个人的比较已经分出胜负来了。我宣布，唐小象以压倒性优势，在春天的歌的接龙环节当中，这个胜出。咱们唱也唱了，说也说了，时候也不早了。烤箱里的这个鲜花饼啊，此时此刻热气腾腾的，正等着咱们呢。所以咱们呢，抓紧时间把这鲜花饼啊出炉，行不行？好，好，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我好紧张啊！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做得鲜花饼六个啊！来，来，我们把它盛到盘子里来。刚才你给我的玫瑰花。哎，对，放到边上，对，开吃啊！来，实际上这个油酥饼最好的吃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像我这样，好，我们一般这样吃。哦，哇，还可以吗？为了让大家感受到，就这个起酥之后的鲜花饼有多酥，你看，那还得往下掉汁儿，这个味道非常好。我们吃的鲜花饼，不禁要问：春天在哪里呢？春天其实就在小象做的这个鲜花饼的这个花蕊当中。
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甜花酱和糯米粉给它搅拌，这个酱做好了之后我们放到冰箱冷藏1个小时。雪鱼皮呢，我们是需要这个白砂糖、面粉还有这个猪油给它搅拌，搅拌完了之后呢就是给它和成这个面团。油酥的话呢，就是猪油和这个面粉的一个融合，油可以稍微多一点，面粉呢稍微少一点，这样的话呢味道会更好一些。在包之前呢，我们先用水油皮和这个油酥我们给它包到一起擀面，差不多要擀2-3次吧。最后的这个方法包玫瑰馅的皮呢，其实我们很简单，就是像包包子的这个样子，放入这个烤箱的时候呢，火温的话呢是180度，20到25分钟就可以。